这件作品上主要想要谈的就是当代的人他跟生态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作品里面我们算是参考了人怎么样去认知自然的历史，然后来虚构了一个 U-108 的现场，叫做生态圈里。当我们开始把生物命名之后，这些有学名的生物就进入了某种意识的资料库。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故事作为起点，从一开始的命名，接着图像的描绘，再来甚至是影像，甚至是用数位的方式，甚至在未来我们用语言、符号、文字、影像都再去持续的跟植物互动。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背景，去呼应说人跟植物跟生物之间的一个想象。就当然我们一开始就是先从一些关于植物的讨论，不管是种植的或者甚至植物的历史的，然后植物在艺术上有可能怎么样被应用的这一些面向，然后来讨论这个想法。在脚本的部分是由我负责，然后在影像就是在视觉，特别在很多现在在展场里面看到的影像的表现，视觉的部分是由陈普负责。那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文本以后，我们把这个历史的场景，它可以借由不同的时空跟故事，用一个线性的方式把它串联起来。它就像是一个视觉艺术的生态系，它不是只有沉浸式的美感，也不是只有线性的叙事，而是说这两者相辅相成，然后形成了一个既有知识性跟一个故事逻辑。那在沉浸式的效果上，甚至跟装置的互动上，都可以达到很好的表演的一件作品。过去我们有很多跟植物养殖的经验，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经验，将活体的植物真正的饲养在这个生态圈里的这个温室里面。这些植物感受到了非常多的符号信息，还有人造的光源，甚至是我们所去讲述的这些历史故事跟事件，都成为了这个想象中的生态圈里。那它也会让沉浸式的展出去多了几分跟实体物件互动的一个可能。我们这次跟工研院合作有一个移动装置的部分，那在这个移动载具上面呢，事实上我们也布置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生物的温室。那这样的温室呢，就呼应了我们在历史文本的故事里面提到的沃德箱所带来植物的迁徙。那同时它也是在这个场景中不断的循环，在一个轨迹上不断的环绕，所以它跟我们在讲的生态圈林，还有这个环形剧场的结构，还有中间的温室的一个气膜装置，它都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跟互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设定观众会走到这个沉浸式的展间，然后接着呢，他们会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就是我们直接是用不同的提示词来呈现它是四个不同的生态样貌。十八世纪开始，在经济诱因的驱动下，名为讯号的船只行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代的旅人们将自己对生态的认识记录于生态圈林，生态圈林成为这无数个漫长旅程的航行日志。在最一开始大航海时代下的阿姆斯特丹的海港，人类通过恶名法来命名生态的这一个过程，我们先把一个很大空间的一个矩阵跟我们很多的植物学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空间跨越维度的一个场景做一个开场，画好你的命名过程之中所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再接着借由这样的资料库进入到了实体植物的世界。那这些植物很特别，是我自己在我台北温室所养殖的，可是当我把它透过影像的表达方式又巨大化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它的一种表现的过程，其实就也很符合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精神。那在这巨大化植物之后，我们要谈的是植物在大航海时期的一个传递。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用 AI 演算的方式去生成了一个像是当时代的一个地图，甚至上面的这些植物跟这些名称，也都是我们用 AI 演算的方式去生成的，去创造出了一个仿佛大航海时代的一个描绘的情境。十九世纪末，这名中年男子在密闭的玻璃箱里放了一只解蛹的天鹅，并且每天记录天鹅蛹的变态过程。在这之后呢，工业革命发生了。当时的伦敦因为作为工业之都，所以在那时沃德就是他发现了有这一种微型生态的出现，他就很快的被利用到了等于说殖民工作或是全球贸易的这个商业用途上。我们去创造出一个比较黑色、比较有油污、比较有暗色调的一个画面，去凸显出这个沃德箱从远边的墙壁上由小而大，它象征了就是当时在伦敦工业革命时期这个乌烟瘴气的城市里面的一道生态的亮光。透过这个场景的特性，让它环绕成为整个场景，让大家直接进入到场景画面。那进入到了这个自然的画面的时候，其实在声音上我们也特别去用环绕声道的这个音响，让这些蛾类仿佛在这个场景中拍翅并且位移。2022年的台湾，人类的全球移动已放慢了脚步。人们为了避免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接触彼此，将自己封闭在家中。到了第三章讲到的那个天然新科狂热，在疫情这段期间一起发生的这件事情，它不只发生在台湾，它也发生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近现代的时候，人类进入了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养殖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布置了很多颗球形的，仿佛是人工的一些灯光，它随着不同色温色光，它都养殖不同的植物。那在近现代的场域呢，就有非常多我们实拍的画面。我们刻意去采访日本的植物收藏家，还有台湾的植物收藏家，去形塑当代人跟植物的互动的一个状态。那再借由这些老师的行为，我们透过 AI 演算的方式，把它转换成一个比较未来的情境之后呢，就来到了一个由数据符号，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制作过程的一些线性，还有整个数位生产过程中数位的一些轨迹的一些语汇的最后的一个画面。未知时间点的未来，人类熟悉的生态已不存在。这时的环境依靠着数据进行循环，物种在生活中已离不开讯号。最后一章是回到了跟我们一开始生态圈里的同一个时代，当时的生态自然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人还是有办法看到那一些生态的样貌，透过的就是以往的这一些记录，他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种的生态样貌，但实际上它是从一个历史的数据，就是有限的数据里面拼凑叠加去演化成不同的形态。借由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其实再去烘托出最后的一个场景。最后的一个场景就是从一个很多孔隙的一个场景中，镜头慢慢移出。那移出的过程中，发现它是一个像是人的头型的一个符号。头型身上其实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甚至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在生成的一个状态。在尾声的部分，我们又回到了生态圈零的一个状态，那仿佛就是让观众经历了他进入到一个太空船的环境，然后体验了一场人类与植物的一个时空之旅。
这一次表演的部分呢，表演者就是他是一个这个生态圈里温室的导览员的角色。原本的自走车虽然它就已经表达完整的语汇，可是当一个人真的在一个球形的温室里面的时候，观众能够体验到的连结一定是更不同的。光，即使在最拥挤的乌烟瘴气的城市，每一棵植物都还是可以蓬勃生长。他可能他会以一个不是这么自然，如同现在人活动的样貌，就是去展现在大家面前，然后同时会不断的尝试用不同的提示词去把这个展览的影像里面生成出来，然后你会看到的就是这个过程跟他如何跟影像互动。我们这次的主题叫串流群落，在我们想象中可能会有很多的符号、信息、影像、声音等等。事实上，我们的表现手法也是大众其实在不管他的手机或是透过电脑或是在网络上，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视觉表现的语汇同时出现在这个场景。某种程度它就像是一个资料库的系统，然后让这样的场景里面包含了另外一个原本的这个生态箱，然后用这一个双层的结构让观众可以感觉到就是人对于认知生态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转变的。事实上我觉得也是对于来参观的所有的民众的一种比较正向的想法，来鼓励大家创作或是创意这件事情，它在未来的能量或是说未来的想象是很巨大的，在未来有可能它会形成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甚至是成为一个生态系。